会的关于这个进阶教会里面那种成长的事情上，该了解一点。我也说一点这些日子两年多一点的经历，一点的见证。先说基本一点，这个教会生活，神的经纶，他要把他自己来分赐给我们，然后叫我们这个门恩得着神的自己，在基督里成为那里做我们生命供应和能力的人，被他建造在一起，合为一群，成为教会，做他团体的彰显，就是教会。那这一个就是整个神的经纶呢。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能熟能生巧。那我们这些事情上，我们就知道这个它有两个讲究，一个讲究是外在，它是地方上会在地方上把它彰显出来；内在就是宇宙整个一个教会。是一个基督奥秘的身体，这两个是一件事的两面，在使灵实际上说是基督身体的那个奥秘那个实际，从外面来说是现在地上的各个地方。那么所以在地方上它有一个外在的讲究，在奥秘的身体这一面，它完全是内在的事情。那这个外在的这个讲究上，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在地上物质的范围里头，所以呢，它有一个外在的讲究。但是这个外在，它是为着盛装，为着含蓄着那个内在的那个实际。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今天神在宇宙里来做的事，一面说是建造基督奥秘身体，一面说他要建造地上的教会，这个是两个是一件事的两面。那这个外在的一面呢，因为是两面的讲究，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架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它是内在里面的实际的问题，不加排序这个架构，然后生涯教练是一个生命灵在我们身上能够运行，能够发挥功能，能够带我们把基督彰显出来。这一个是内在，这两个都不能够缺，这一面不行，因为教会。如果缺了外面，这个内在这个地方寄托嘛，所以他必须我们这一帮人必须有各种的配搭，外面的彰显。但是外面的彰显很容易，缺少内在的时候，那他那个就变成宗教的东西了，有道理，有做法，有规条，有这个建筑这一套的东西。如果没有灵，那个都是一套，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一谈到事情呢，我们就看到它都有这个外面有这个架构问题。这个架构它是为了承装内在，如果没有内在这个架构就没意思了。那么这个事情教会的生活，那个话灵祷告，那个也都有外在跟内在的基础。话有这个字句写在圣经里，诗歌里面那些神历代被神感动的弟兄姊妹，他们做出诗歌是外在话语里面跟圣经几乎是同样的谈作属灵的丰富在那里面。那么圣经的话更是神说的话，但是并不是这个印在圣经里翻译各种语言的这种的话。但是没有这一个，都没有里面的话，所以有这个 logos 也
有律法，有这些讲究。那么这个外在的东西，同样的这个祷告也是这样，它也有一些外在的讲究。你看圣经里面，一面说每一个人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一直是跟神是连在一起的，他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断开的。神的交通是把我们连在这个生命里面，可是呢，你看到祷告，在无时间起来的时候，像彼得他们是下午三点钟的，到圣殿里祷告，结果就叫一个瘫痪的人就起来了。他那里说，下午三点祷告的时间，所以他有这个祷告的时间。那么在十章那里，在那个在这个约珀那里，这个彼得中午啊，他午时啊，在那里到房里去祷告。我也相信他也是有那个祷告。那另外一面，波利牛虽然是外邦人，他敬畏神，他行善事，他也祷告，他也是在那里守这个，也是守这个祷告的时间里头，我看见天使就来了。所以啊，连这个祷告，它是不是属于的一个东西，它也有一些架构的问题。但是这些架构越是属于成分越多的，那一个架构就很轻了。重要的是内在，就像我们就看那个预表里面，它一个那个账目，整个账目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代表，教会神的家神的殿啊，那个代表。你越在外面，它越是外在的东西多，内在的越是太多。从这个地方那里开始。慢慢进到圣所里面，内在的东西就大了，哦，满了，有那个华亮，有那个香烟，是吧？在那里祷告，等到了至圣所啊，它外面东西更少了，内在东西就更多了。所以越到里面，越摸着这一个内在的东西。我们教会生活在今天也是这样啊，你说，有的时候常常。弟兄姊妹在主日呢，或者在别的时候，我们必须到十几里去相聊。你看那个有没有内在东西啊？你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差不多啊，还是外在的多啊。那到那里去，大家也看看风景啊，边走一走，边谈一谈啊，然后也个人带出去好好的吃啊，但是里面也是看有没有内在，内在如果没有，你观众怎么看，跟这个世界的人他们那个旅行，那都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比较起来呀，外面的东西比你多，如果大家没有话摆在一起，或者是都是龙肝，或者是摆在一起啊，也没有也没有唱诗，也没有祷告交通，那都是在这里，那甚至在唱诗世界里说，那这个人家呢，那就完蛋了，没有内在的就不算教会活动了。但是祷告这个事啊，它是至圣所里面发出来，那个东西啊，几乎好像你不注意，好像几乎就没有一个外在东西，你跟主的交通。你不是不可以交通，不是不可以交通，不错不可以跟你的交通啊，都在灵里面。但是呢，也有一些讲究，有一些讲究。所以这个晨祷啊，它就有一点点外面的讲究，就是大家一起，大家一起。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它是外面的东西啊。比较少，内在的东西啊是非常的重，可以说整个教会事情上来说，这个
那整个的教会事情里面内在最强的部分就是那个祷告，祷告就会应该是这样。但是祷告就以后，我们祷告就都是加很多的报告，也交出的是他的这个抢用这个时间来这里，真正的那个祷告时间呢还是不够的。那我们晨祷啊，可以说就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就是直接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几乎都是内在的一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不过呢，它也有一个外在，就是在它一个重点在在乎那个内在的东西。这个外在跟内在的里面呢，外在一下子定了就可以了。我们到这个实体里，到那个什么地方去，这个去下讲，这一个一定会就可以做了。那么你主日连主日不明，他的已经定规外在，早晨主日上几点几点几点半什么，有这个后悔之分。那你要内在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必须在这个大理聚会的人中间，他必须有弟兄有姊妹接受负担的到神面前，就是有这一套的故事在那里，有这个内在的预备，内在的负担到那里传输这个内在的东西，才能够把那个风评那个内在的东西加强。如果大家都没有预备，每都没有预备在神的面前，你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空空的来，结果那个风评也是空空的活了，哎，就吃了一点饼，喝了一点米，就麻了，回去，哎，空空的回去了。你能够说，不能够你表现摆在那里，如果大家都不准备灵，都不预备灵，都没有在神面前先寻求，有这个把这个灯芯的把它烧焦的把它弄，把油加起来了，带到那个破米机位里面去。你说那个破米机，那就形式太多了，还会有一套把这些给有了，但是人去怎么样空空，回去也是空空的。但是若是他有一些弟兄姊妹实在接受负担，预先早上好好的进到主面前，甚至一个团体有一些人好好的祈求，甚至继续的祷告，带着这种心情去那个波比聚会里面，你看马上那个聚会啊，那个外在中间马上内在的属灵神的大眼就充满了那里，一下就把人就摸住了，把人就享受被神的爱所并购了。每一个教会生活里面，原则上，它外面有一套，那个东西外在。你比方说，现在有弟兄姊妹接受你的内在的负担，他还是到时候，结果到后来啊，他是两周一次或者一周一次，礼拜六有福音爱宴啊，他都来了，结果啊，人来了三十位里头，那福音没有。有两个来，越来越少了。这来的也不一定有多少人，有的就那个就，这就因为那一代东西需要有人接受负担，这有使命带着那个外在。所以教会生活有外在有内在，如果没有人来接受负担搞这一个，你那个东西到后来就变得宗教的东西。变成外面的一套，你们祷告更是这样。很早啊，我们现在盼望大家最多的起来，因为看到新竹虽然从我们这里得出一些的灵感，他们这到那边去，他的确很多地方姊妹有这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很蓬勃勃，很有祝福。那我们这里神祷生活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但是基本的点还是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总得要有人他接受负担，有一个灵在那里，一个新鲜的灵，有个
真实与不刚带到你祷告，无论是拜求、祈求、那个追求，都在那个实际里面。那个外在才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有几天没有参加过那个晨祷，最近两个看法也一定。你愿意来，我在这里有分三个步骤，也这样的，就是感谢大会主借助这个新主的这样的经历啊，和大家愿意是吧？但是我就深刻的知道，我们需要有人在学习中有真实的负担，真的预备你，真正自己现在在你家里啊，怎样转向神？怎样来接触神？怎样除去那个烧焦的部分？怎样把油加到里头？所以你到了晨祷的时候，你是个点火的人，你是个点火。那也有的人虽然不能够去点别人的火，但是他好像就报纸一样，人家一点你就烧起来了。那有的虽然没有就报纸那么容易烧，但是他这个木片、竹片，那是。别人家那个又把子一烧，你也很容易被烧，可能就怕就你那个炉子也烧不太起来，你又是一个煤炭，后来就烧不起来了。但是你有几个烧，虽然烧不起来，但是参加了以后，哎，摸一摸还是暖和很多，热闹很多。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晨祷，他来呀，他也不开枪，他也不祷告，连阿妹也不阿妹，他是每一天都来。他为什么每天来？他觉得他来了就回去了，他这里很热一点。但是如果愿意负担，有这一个去预备你，那个烧焦，你说属于那个烧焦加那个油。在那里去啊，在那晨祷的时候，在开始烧焦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不真的，因为也不方便。我昨天晚上我跟你太太大吵了一下，你要说也没有什么意思嘛。所以呀、普通的我们现在的晨祷，我们大概的意思，你这个对付自己亲近主啊，都把在你家里就先带到你来对付自己啊，仰望主接近你，赦免你的罪，并且把你的人摆在正确的心和接触神啊，这一个弟兄姊妹这样的心情越多越强，那个祷告的晨祷啊越行越好。那个一来呀，一下就爆发了。弟兄姊妹，所以我的交通就在身体上，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学习做那个点火的人，做一个至少做一个又爆一下，一点你就着了。那个晨祷啊，那是天天有神奇奇事发生的。那我自己呀、我在那晨祷，本来这个。也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姊妹的问题，你呢？我说阿门，我就做了，跟上来了，并不是我开始。但是有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人如果没有真的有灵，那个祷告，你就是，在那里，你就是祷告，不要太久，我祷告一个礼拜，你这个太有灵了，到后来话都说定了。祷告的祷告就是那一套的时候，你这个就祷告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啊，是至圣所里面的东西，那个内在东西重要性远过于它，不过是一个时间上应该早晨把大家就凑在一起的。那个基本的点就是建立必须是预备好，至少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预备好。来面对着神的面子，来过生活，那就太宝贵了。然后我自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早晨就很早起来了。这样，今天早晨，我就3:30我就早晨，我就起来，
我就把告诉去预备参经圣人和这个新科普他们一些都已经讲到这个什么这个月你看怎么得到一个这个隐喻为是新月，我就定位两三章的两三个圈子，那过了到四点多我这个有一点累了，我就想睡一个觉，我到五点多再来，结果一睡啊一醒过来，嘿，那个都已经过了五点三四十分四十分了，原来就是你会带我，他也等不及，他也来了，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花一百块就是什么？那为什么这样？我不是要做一个榜样，告诉人家我，我花脸做一个榜样，大家闻风而来的，我们是愿意说主啊，你在这个地方，你在我的身上，那就要带我进入这个实地。那么经过这许多的这个八百多天的这样的成长的经历，我自己呀、看不出我自己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我出外的时候，到那里进知识里头，我觉得我手里已经比以前好。我也发现常常参加长祷告的人，他们手里的经验，我发现他们都有进步，都有转变。所以呀、主实在是实际的，我们不要像保罗一样非神话事，为要能够基督而立最好的路啊！我们一头来，这清晰呼求主的人，一头来追求啊，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所以当弟兄们这样同心合意，刚才吴长进又说啊，就要你要同心合意。那我们大家就先同心在这一件事。光是这个外面上阿门做，你的心里面啊都愿意摆进去，那是真正的同心合意。你好吧，在这里啊，往前。对，我相信主在花莲，那真是有一个荣耀的日子。主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他永远不会亏待我们。是他等我们，不是我们等他的。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是。啊。